位朋友，你哋收听紧呢一卷声带系非卖品，数量唔多。里面讲嘅系由七月一日起，街市嘅节目动态啦、主题曲啦、艺员嘅声音啦。七月街市有好多新节目咩？系啊，节目多元化系我哋嘅新目标嚟嘅。路线现代化，反映社会现实、时代气息，充满节奏感，同观众产生共鸣。卡士阵容强大，节目精心制作噶。或者各位以前好少睇过街市，甚至到冇睇过街市。但系由七月一日起，你哋试下扭开街市台睇下街市嘅新节目咧，或者有啲你中意都唔定噶。各位听众，你好，我系邓碧云，我已经加入咗街市啦。仲喺街市剧场呢个长篇剧度做紧添。同我拍档嘅呢就有电影界嘅朋友呢，同埋电视艺员呢。呢一部长篇电视剧呢个名字就叫做名流情史喎。我饰演嘅就係嗰位名流嘅太太。到时请你哋一揿街市嗰个台呢就见到我㗎啦。各位好嘛，我係罗艳卿。唔使几耐，同大家喺街市剧场就见面啦。街市剧场呢一套名流情史，内容非常之曲折嘅。呢出戏唔错噶，我好中意啊，所以我特登介绍俾你哋各位收睇嘅。希望各位到时记得收睇啊，俾多啲批评我哋啦。各位朋友，我系韦基顺，我参加街市剧场拍名流情史。可以话是我自己第一次拍摄长篇的电视剧，我感觉到很有兴趣。虽然我自己本身工作相当忙，但是仍然我可以有时间来完成这部电视剧。对于我自己的演出，我希望各位多多指教。各位朋友你好，我是曹达华，我参加街市剧场拍《名流情史》，这部戏是很现实，很有人情味的。以后我还会拍其他的节目，多些跟各位见面，拜拜。名流情史的演员还有白彪、米雪、黄锦新、罗洛林、吴彤、卢爱莲、黄植森、郑裕玲、方莹、谢月美、文雪儿及数十位艺员，卡士庞大，布景豪华，故事更加曲折，引人入胜的。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:55播映，我们请你收看，请你指教。街市有个好特别嘅剧场，叫做推理剧场。咩叫做推理啊？曲折悬疑，未到结局，好难估到真相。题材侧重社会现实，而且好有人情味嘅。嗨，各位朋友，你哋好嘛？我系迪波拉啊，仲记唔记得我啊？我好似离开咗大家好短一个时间，但系对我感觉嚟讲咧，就好似离开咗大家好长咁。因为电视仍然是我最感兴趣又最热爱的工作来的。现在我为街市拍一个推理剧场，第一集的名称就是面具，是一集非常紧张而又曲折奇情的故事来的。在面具里面我就是被人恐吓和勒索的，现在我又不知道应该报警好呢，还是找人保护我。不如请大家到时记住看看推理剧场的第一集面具吧。这个节目呢是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9:30播映的，到时再见啦，拜拜。冇错，急先锋是街市一个好刺激的节目，亦都是我加入街市的第一套电视片集。用私家侦探社做题材，我是老板兼任伙计，随时要亲自出马的。我还有三个大男人小男人帮手添。我这间私家侦探社欢迎各位随时指教，
你認唔認得佢把聲啊？佢就係、是、急先鋒嘅女主角胡燕妮。係啊，我係胡燕妮。胡燕妮做咗急先鋒，當初連我自己都估唔到。好啦，除咗請你收睇我嘅急先鋒之外，我介紹另一個新節目《金刀情俠》俾各位欣賞啦。無數扮相，扮成真真假假，人面上換，換來串串淚下。如你扮我，我扮邊一個你？正是無奈，幾多忐忑，替代說話。余安安、魏秋華、游天龍、陶敏明、鄭裕玲、卡迪遜，數十位影視紅星全副武裝同你見面。我是魏秋華，拍完《流星蝴蝶劍》之後，我現在又要拍《金刀情俠》了，希望我會比以前進步，更加希望大家給多些批評和指教我。我們在《金刀情俠》那裡再見。由七月開始，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，街市提早喺三點鐘同大家見面。喺星期六下午播映《301部隊》。呢支部隊首先係五勇士大鐵人，然後係冬眠咗30000年之後突然復活嘅冰河戰士，跟住就係天下無敵嘅金剛飛天轉。他专门对付受邪魔控制的机械人，他的总指挥就是银影侠、威仔和嘟嘟啊。千祈唔好错过啊！